28岁，我一直48岁，他刚好大我20岁。他在68岁的时候退休，所以我跟他在一起一共共事了20年之久。20年是一段不短的岁月，尤其在当住院医师3年的时间，我们几乎是整天紧密的工作在一起，所以我对他的认识跟了解，相信比一般人更加的深入。今天我们在这里怀念薄医师，在座的各位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薄医师，所以我就借这个机会让各位知道薄医师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早上他的病人都早上看病，下午开刀，或是有时候晚上开刀，但是呢结核病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肺炎啊一个掉，那时候开刀的时间要10个小时等等这样。听过一句话说，如果你为上帝照顾世人，那么上帝就一定会来照顾你。我想他一点终身就奉献奉就是信奉这句话。有时候这个需要输血，那血不缺血，那这些传教医师马上就伸出手来，就捐血了。那他对这里原住民朋友是没话说，当然他医术跟医德是绝对是没话讲。他的医术在当时是外科界算是台湾的一个泰斗，他不管什么样的刀，他都能够开。而且都开到专业的水平。Brothers of mine, you did it for me.